栽种下山庄金蛋子，最好先用生根粉水给它泡一泡，杀菌消毒促生根，一步到位。兑多少水，泡多长时间，一般说明书上都会有。这样做的好处可以提高生庄的成活率。栽种生庄，我继续还是用河沙来栽种，透气滤水的同时还兼顾保湿，是最快走根的方法之一了。一般为了提高生庄的成活率，我也会选择进行高培，把桩体埋入沙中三分之二或者是四分之三，浇透定根水以后，还要把桩体摇一摇，这样就可以静等它来芽了。